但容量最多、射速最快、秒伤最高的枪分别是什么呢？这之中有超多的属性，上次聊了三项属性最强的枪，今天继续第二期，只有老玩家才知道。一、弹容量最多 M249， 有人说弹容量最多的明明是 M134， 其实我们聊的都是经典模式的武器，火力对决等其他模式不算在内。经典模式弹容量最多的肯定是 M249， 扩容前弹容量75发，虽然不是第一，但是扩容后的150发绝对傲视群雄，用 M249 根本不用担心子弹不够用。二、射速最快乌兹，射速最快的枪肯定要从冲锋枪里找，因为冲锋枪的特点就是射速快，而射速最快的武器就只有一把，那就是乌兹，它的射速是独一档的，射击间隔仅为0.048秒，也就是每秒20.83发，可惜的就是它单发伤害低了，不然秒伤会很恐怖。三、秒伤最高 MK14，说到秒伤，那肯定要射速够快，单发伤害够高，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绝对是 MK14， 它的单发伤害有60点，属于超级高了，射速也很快，射击间隔为0.09秒，所以秒伤就高达666点，比 MG3 狗杂都要高。用 MK14 近战钢枪，如果子弹全部命中，绝对是最强的。小伙伴们，这次你们怎么看呢？好啦，我们下期见。